是我特地从广西带回来的好东西，我现在要把它摘活，先除荒。走！哼！我们这个叶子是特有的，在湖南这边独一无二，找不到的。上面的叶子全部砍掉，下面发芽的就不砍它了，这样子让它重新萌芽，长出来的叶子才好，才易活。你感觉到有什么变化不？在我没来之前。端午节。粽子是不是？对。有粽子吃了是吧？挖的手疼，爸爸，你说妈妈成功没有？真的没有。嗯？真的没有。慢慢发芽长大吧。还有一个，还有招虫虫的一个，长虫虫，真的有虫。感受到幸福了吗？感受到了，走回家。告诉我，在我没来之前的端午节你是怎么过的？吃肉啊，吃腊肉啊，吃排骨啊，来这全改成粽子了，你说我幸不幸福？这个是狗用的吧？把这些铲子收起来。要浇水。要浇水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拿个小竹筒，这么什么东西？还有苹果沙拉呀。还有苹果沙拉树。宝宝在那种两根草，说会结草、结蓝莓、结草莓，再有。两天没吃肉了，赶紧回去做饭去啊！走。有没有排骨？有吧。